其实我在调查一个涉嫌贩卖失窃文物，绰号叫九尾狐的悍匪。九尾狐，武侠片啊？这个像九尾狐了，造型百变。不知道你对这个游戏还有没有兴趣继续玩下去？还有多少时间？放心吧，已经找了一个比我很辣的拍档。你有多厉害？哪人见过你打？厉害就是没人知道我能打。不过为了你人身安全，小心九尾狐。这根本就是你的私人恩怨。偷东西就是贼。美女，你现在用背部紧贴我的胸口，然后跟着我的步伐